九八八天气预报是由备受信赖的品牌 Kino Himitsu 带给您。Kino Himitsu Skinny Coffee 塑身咖啡，让你时刻保持迷人体态。根据大马气象局的预测，明天早上霹雳雪兰莪、槟城、斯美兰州、沙巴以及沙拉越有局部地区会下雨。至于国内其他地方，明天早上都会是放晴的好天气。感谢你加入这一节的新闻，我是湘君，请继续收听九八八。